你为什么？你觉得爸爸唱歌好听还是妈妈唱歌好听？爸爸。你觉得爸爸唱歌好听吗？嗯。真的吗？可是我唱歌的时候，你不是这样讲的。那你不是能不能看着这个？对。你觉得爸爸唱歌好听还是妈妈唱歌好听？爸爸。爸爸 ，Yes， 还是爸爸 ，Yes， 一比零，我终于扳平了，他还是终于扳平，因为在家里的时候，我这样问他，哦，他总是说妈妈唱歌比较好听，对，你要这样问，为什么你不喜欢爸爸唱歌给你听？那你既然好听，你为什么不喜欢爸爸唱歌给你听呢？因为爸爸每天唱歌都害我的进步快点一直倒。害我都没办法快点夺积木。他可以把你积木唱到底。他唱歌应该是很难听吧？那是胖虎，因为有时候他在拼积木的时候，那我在旁边唱歌，对，然后会吓到，是不是？爸爸唱歌会吓到你，是不是？因为有时候太大声了，对不对？太大声了，害我的手一直碰到积木，然后就一直碰。你害怕你的手碰到积木就倒了，所以你害怕爸爸唱歌太大声，是不是？小声一点就好了。OK OK， 第二道题目，爸爸问你啊，你比较喜欢跟爸爸睡觉，还是比较喜欢跟妈妈睡觉？爸爸，爸爸，你喜欢跟爸爸睡觉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二比零，子孙不要怕，没有，你妈没有，她没有怕。子孙，你喜欢跟爸爸睡觉还是妈妈睡觉？睡觉哦，睡觉哦。来，请举谁？爸爸，爸爸。Yes， 十六二，十六二。你为什么不喜欢跟妈妈睡觉？你是谁呀，妈妈？一直都不睡觉，害我没办法一直睡。因为爸爸一直滑手机的。手机，因为他睡觉的时候呢，大家一定要滑一下手机。对，你怎么滑手机？要不然就是戴上耳机在看韩剧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所以太亮了，你都没办法睡觉，对不对？光太刺眼。找到了哈，没关系哈。我会看韩剧，没有办法。哎，不错哦，没想到爸爸。大获全胜啊！目前两题都是爸爸，还是有胁迫的状态啊。第三题，看看第三题，你觉得爸爸有什么缺点？爸爸有什么不好的地方？爸爸的枕头太臭了。这个 OK 啊，要洗要洗，这个 OK 啊，会有点口水啊，头油啊，常常洗啦，太臭。你为什么觉得爸爸的枕头很臭？爸爸每天都没有洗头发。对呀，我每天都有水水。爸爸的头的枕头哪有臭？你还没闻过叔叔的嘞，根本都没在小枕头。你躺上睡我的枕头哦，你就睡三天了，又昏倒了嘛，对不对？好，现在爸爸枕头太臭。水水，你要用牌子跟大家说哈，你觉得爸爸比较爱生气，还是妈妈比较爱生气？请翻牌。爸爸比较爱生气吗？是。没关系的。什么事情 ？OK 的。我一辈子没骂小孩。但是你骂就一辈子。我不。我最近面临到的一个大问题是说，对，我女儿说我骂她。哎呦，为什么？但问题是我一生都没骂过小孩啊。讲话太大声。没有啊，这是一个沟通而已嘛。而且在家里要有一个扮黑脸，一个扮白脸嘛。那爸爸总是扮黑脸的角色。我们一生都扮白脸，突然间有一小黑哦，大声一点，永远就把你记住啊。真的？没有。Ben 是一辈子都是黑脸。我比较会管，他比较严格。我就是比较小朋友可以过就过。我不会在乎，就是啊，吃饭没有好好做好吃，或者是一定要吃完。叔叔家里有房间，你可以办过来。怎么每个 ending 都是这样？来，妈妈的问题来看一下。你觉得爸爸爱妈妈吗？爱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你觉得爸爸爱我？你们两个每天两个都是下面一个两个一起去照顾小孩。下面一起照顾小孩。哦，下面两个都黏在一起。不是啊，什么？什么东西啊？那真的很爱，那真的很爱。哇，好吧，你再看看，你好好慢慢的讲一次，慢慢讲一次。你们两个每天都下次照顾小孩。哦，下去照顾小孩，小孩是你的弟弟或妹妹。他自己是大人的。小孩是谁？
弟弟跟妹妹。对啊，你看， okay, 哦，所以爸爸很爱我，对不对？也很爱弟弟妹妹，也很爱你哈。好，哦，吓死我了，哦，没有讲清楚。等一下，我了解一下，这个孩子在你们家是不是被逼迫的很厉害？没有啦，啊，每天都这种，没有。好，来下一道问题，水水，你喜欢跟爸爸洗澡还是妈妈一起洗澡？妈妈。哎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妈妈洗澡比较轻一点，爸爸洗澡比较用力。哎呦，哦，还真的用力，爸爸洗澡粗鲁了。对，因为我洗澡的时候，我会把它洗得干净一点，所以就会比较用力一点。你别再撸啦，舅舅啊，没人撸。他的胸大了，没有啦，我有教他怎么自己洗。哦，对。但爸爸有教你自己洗，对不对？洗男生要洗的地方，对不对？妈妈可以吗？你说的哦，那我下次帮你洗，就不会脱开我的手哦，好吗？好，乖哦，达成心。因为我第一次帮他洗的时候，他就说干嘛？尴尬。然后我就说什么帮你洗干净，然后他就说不要。我就说为什么不洗？他就说爸爸会帮我。我就说爸爸帮你，那妈妈也帮你，不一样吗？小可，你不是这样，他有跟我讲了。啊，又跟你讲，他有跟你讲，没关系，过了。他说你要帮他洗 ，OK， 那你不要手拿着牙刷。他细评的时候，他怕承受不了。等一下，来啊，妈妈帮你刷一下。不是，你电影看太多了，是怎么刷的？被套。来，那下一个，下一个。你觉得妈妈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吗？妈妈每天尿尿大便。然后呢？妈妈就说：“你们什么？我就说你们怎么要吃尿液？然后呢？妈妈都不陪我。我妈妈上完厕所就已经照顾弟弟，然后只陪我玩一下而已。”对啊，因为小可他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呢，他有一定他的，对，他有一定他的生活作息，就是他一定要喝一杯热咖啡，然后流汗，然后流完汗之后要吃一个苹果，然后要等那个上厕所的时间，那上完厕所之后，他就要去照顾小的这样子，对，哦，就是这样。那我以后会多一点时间陪你。对啊，除了这个，应该就没有你不喜欢的地方，还有你不喜欢的地方吗？还是会比较想要幸福。叔叔家里真的有空房？有啊！哎呦，帅啊！帅啊！进去嘞！不要过来。如果爸爸跟妈妈要分开住，不住一起了，你会想要跟谁住在一起一辈子 ？Oh no！ 妈妈。为什么？妈妈。好惨啊！为什么？是因为妈妈每天要搬家的时候，妈妈就说：“先不要做事情，先陪我玩玩具。”哦，那爸爸也会陪他玩的。他的意思是说，因为 Ben 会叫小朋友先收完一个玩具，再玩另外一个玩具。然后我都会跟小朋友讲说：“啊，一起玩，一起玩，玩完要睡觉之前再收，全部一起收，再收了。”对，他就是比较有秩序，他就是需要小朋友就知道说，你玩完那个玩具，前面你不玩的，你就要收起来。哦，对。所以搞得小朋友比较有压力吧？对呀，对呀。但最后他，好不好？你陪他玩那么多，他觉得爸爸是很好的，但是他最后却不跟你住在一起。如果你跟妈妈一起住的话，家里就乱七八糟了，怎么办？不会，跟爸爸住好不好？爱干净，好不？你还是要跟妈妈住吗？你还是不想跟爸爸住吗？那家里乱七八糟怎么办？你自己一个人住里。好难过，好，这乱七八糟，乱七八糟，不要再问了，我们都会，不要再问，对，一起，我们都会住，都会分开，都会住一起。人家中国好声音，我们是台湾好儿子，耶，他现在转身，他 I want you， 加入妈妈的团队，白开水，都注意信，都注意一封信啊，他也不会写，哇塞，但是好像有画画，对不对？好，要写给爸爸的是什么？看一下，画画，爸爸妈妈，你们可以。这个有字吗？有你在看什么？怎么样？无字天书。爸爸妈妈，你们可以不要搬家吗？你们可以一起住在一起，照顾弟弟妹妹吧。哦。而且还完成，最厉害是他刚写这么多字，有没有？对，好厉害哦。
有没有？哦，他这个是要涂一些特别的东西上去才看得到啊。这个只有他，哎，只有他看读得懂。所以你看，天宇，我对孩子我很会，我懂得他们心里面的话。注意哦，你可以再念一遍吗？爸爸妈妈，你们可以不要搬家吗？你们可以在家里照顾弟弟跟妹妹吧。一模一样，一模一样哎！啊，这个是什么意思？只有他看得到。这个是什么意思？爸爸妈妈，你们可以。啊，这个是这个什么意思？这一坨。爸爸妈妈，你们可以不要一直在讨别的吗？这是什么？爸爸。啊，这个。一个人心。这个呢？一个大便。好，谢谢。来。